国六年由柳营国小分入的新营国小，3月12日举行一系列的有意义活动，庆祝百年校庆。一开始是由新营国小太鼓队精彩表演作为开场，市长赖清德亲临现场，甲侪位贵宾校友为百年校庆意向纪念区开幕。新营国小建立于1917年，百年来春风化雨，为国家培育无数的英才，可以说功在国家。难怪刚刚张校长所言啊，百年来不敢表扬杰出校友啊，因为3万多个学生里面表现杰出的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多啊。那尤其是近年来，在张校长的带领之下，老师非常非常的认真，家长会也非常非常的支持，不仅仅啊新设的图书馆啊绿光森林图书馆，同时呢这几年来也推动了深教室临近的阅读计划，也因此于105年得到教育部的磐石奖阅读啊，可以说让新营国小不仅仅是百年的名校，也是一个书香的学校。我们是不是用最热烈的掌声啊，来感谢张校长，也感谢过去历届的校长、历届的老师为这一个学校的贡献啊。赖市长颁证奖座甲证书，互杰出校友。新营国小不只是一个百年名校，嘛是一个册封的学校。赖市长不但要感谢现任的张启南校长，嘛要感谢历届校长甲老师为这个学校无私的奉献。是，我非常高兴，我们的正副市长今天能够拨冗来到我们现场接受我们的表扬，也代表杰出校友们道出各位的心声与祝福。这个首先我很感谢我的母校跟我们筹备会的安排，让我能够有这个机会来代表所有的杰出校友，跟各位来分享我的母校新营国小，就是刚刚我们又提到，我们习惯称呼的叫做“百国比”啊，这个百年校庆这样的一个喜悦跟祝福。百年来春风化雨，为国家培育无数的英才，可以说功在国家。难怪刚刚张校长所言啊，百年来不敢表扬杰出校友啊，因为3万多个学生里面表现杰出的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多啊。那尤其是近年来，在张校长的带领之下，老师非常非常的认真，家长会也非常非常的支持，不仅仅啊新设的图书馆啊绿光森林图书馆，同时呢这几年来也推动了深教室临近的阅读计划，也因此于105年得到教育部的磐石奖阅读啊，可以说让新营国小不仅仅是百年的名校，也是一个书香的学校。我们是不是用最热烈的掌声啊来感谢张校长，也感谢过去历届的校长、历届的老师为这一个学校的贡献啊。新营国小为迎接100年校庆的到来，整个的活动成果，那亲像整体意向设计园区的主题，新乡100，迎展风华，展现了全体师生的精神，也能看出新营国小的抱负，相信未来会替国家和台南展现另外一个百年的风华。